最近网上都在传赵丽颖谈恋爱了，男友是冯绍峰，而且已经怀孕，吃瓜群众忍不住开始兴奋。大家相信这件事吗？赵丽颖1987年4月16日出生于河北省廊坊市，中国内地影视女演员。2006年因获得的雅虎搜星比赛冯小刚组冠军而进入演艺圈。2011年因在古装剧《新还珠格格》中饰演晴儿一角而被观众所认识。2013年凭借古装剧《陆贞传奇》获得更多的关注。2014年10月在第十届金鹰电视艺术节举办的投票活动中被选为金鹰女神。12月凭借都市爱情剧《姗姗来了》获得第五届国剧盛典内地最具人气女演员奖。同年成立海润传媒赵丽颖工作室。2015年主演的仙侠剧《花千骨》成为中国首部网络播放总量突破200亿的电视剧。赵丽颖怀孕风波后初次现身又变漂亮了，大家看肚子奇怪吗？很多地方都有不到三个月不能说的风俗，不知道女神是不是这样。冯绍峰本名冯威，1978年10月7日出生于上海，中国大陆男演员。2001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，2011年凭借电视剧《宫锁心玉》成名，同年在李仁港导演的电影《鸿门宴》扮演西楚霸王项羽，开始进军大银幕。2012年参演的电影《画皮二》二次曝光，开始之英雄崛起上映。2013年接制主演电视剧《蓝陵王》，成立个人工作室。2013年主演的电影《狄仁杰之神的龙王我想和你好好的》上映。2014年主演韩寒的电影《处女座后会无期》，许鞍华导演的电影《黄金时代》上映，同年获得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受欢迎男演员奖。2012年5月17日妮妮在微博中分享了一组自己拿着新型气球的照片。5月18日冯绍峰也在微博中发布了一张拿着新型气球的照片，并附言称我也有气球，应和了妮妮前一天的微博。2012年5月20日的网络情人节，两人都在微博中晒出了代表正在热恋中的中指指环表白照，冯绍峰左手中指戴戒，妮妮右手中指戴戒，两人相差25分钟在微博发出爱的宣言。2012年5月24日冯绍峰在微博上承认与演员妮妮的恋情，双方经纪人表示冯绍峰跟妮妮能在一起特别开心，他们俩也十分合适。赵丽颖和冯绍峰都是演技派，这是大家公认的，尤其是冯绍峰的狼图腾演得可真好，我都看哭了，抽到了泪点。话说和赵丽颖传绯闻的男人可真不少，比如陈伟霆。陈伟霆 William Chen 1985年11月21日出生于香港，香港流行男歌手、演员、主持人。2003年因参加全球华人新秀香港区选拔赛而进入演艺圈，2006年成为 Sunboy 自组合一员，2008年独立发展，同年推出首张个人专辑 Willpower， 并获香港十大劲歌金曲颁奖礼最受欢迎男新人金奖、香港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金奖。2013年出演灾难电影《救火英雄》，并凭借其饰演的张文静一角获澳门国际电影节最佳男配角奖项。2014年其主演的古装玄幻爱情剧《古剑奇谭》在湖南卫视开播，在剧中他饰演大师兄林月一角。2007年担任香港世界声明会基金30基金天使，金德共创光明接力游2007慈善活动大使。2008年担任第九届深圳读书月香港大使。2009年担任安全驾驶大使，基本法短片制作及海报设计比赛大使，奥比斯大眼之星。2010年3月以基金天使身份出席基金302010记者会。12月陈伟霆出席活动为大会倒模了一个胸襟模型，放于网上做慈善拍卖，呼吁大众关注乳癌问题。他做人做事非常好，很敬业，从不迟到，有的时候拍戏会比较晚，他都会尽自己能力呈现出最好的状态。
古装戏会有一些动作戏，他很多都自己上，没有说这不行那不行。虽然他有很红的女朋友，但是他从来没有把女朋友搬出来炒作自己，很多人都看好他和银宝，可惜还是要人家自己选择。吴亦凡 Chris 1990年11月6日出生于广东省广州市，演员歌手。2007年吴亦凡通过 SM Global Audition Canada 加入了韩国 SM 娱乐公司，参加练习生培训。2012年作为 EXO 组合成员正式出道，并任 EXOEXOM 队长主 rapper 门面担当。2015年7月登上杂志 Vogue 成熟为封面男星。7月22日亮相上海杜莎夫人蜡像馆，为自己的蜡像揭幕。12月15日旅客被送邀请吴亦凡主演星际特工，目前他们的事情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。大家觉得赵丽颖会和谁走到一起？赵丽颖真的怀孕了吗？孩子是冯绍峰的。